十、七、左右于国汉时代，现在还要介绍中华书道学会秘书长于建华，请介绍的是什么？我要谢谢你参加，谢谢你的鼓励。然后第五位，我想请台湾女书玩家学会理事林飞满，他的林飞满，他很大，小孙子在吵。还有，我们想介绍一个徐爱维，是我们这个教室的参展的成员。他是长虹国际有限公司，他的先生是曾三斌董事长。可以上台跟我们鼓励吗？谢谢。我们报税，还有一个好朋友曾明达，曾明达同学，曾明达同学，曾刚才在这边吗？谢谢你，谢谢你来跟我们鼓励。好，还有一个黄柱校长，台北市吴兴国小，黄校长，请问在座吗？出去接电话，出去接电话，好，谢谢。好，那现在呢？接下来我想要告诉大家，做我的助教，季景玉老师。欢迎季景玉老师，季老师来帮我们。这是他率领的。首先谢谢各位的莅临。这一次的展览呢，其实是一个机缘，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台北这个跟书法学的告一段落，想要有一个发表的契机，所以呢，我就办了这一次。然后我刚开始在办展览的时候，在大家在准备做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有时候跑得太快，因为造成大家很大的压力。可是我想你们大家来看展览，其实好不会有客气，因为那时候收件，然后看他们写的，挑选作品，接着送表，送表了以后呢，当我看到表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次展览办的没有问题，你们表现都很好。然后我在这里补充介绍一下贵宾助教，我对贵宾介绍一下。即将接任台艺下一任理事长的李丽萍小姐，李丽萍小姐，我们请她上台，我们也一起说话。要哈，来，还有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的黄总裁，就这一次替我们作品美容的师傅，请大家给他，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哈，可是没看到他嘛，那我们请丽萍，大家都是在学习的，谢谢丽萍。好，那我再介绍一位。我们这一次也很感谢涛生四人的鼎力相助，所以涛生四人孤酒无欲。然后不久一上来帮我们，然后
但是人总要总要有人爱的，你们两个归一个。今天范廷安没有来，他有事情，另外消失。你好，我们这边像同乐会一样。来来来。听说我要上台讲那句话，然后跟脑筋一片空白。好，那因为我刚刚才进入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整体的看起来我们整个图书大学，其实上我们解释的也是夸大的，好，这个基本上是很精彩。然后表现上面，虽然说大部分好像都是乱书，而不是以草书为主，对不对？好，但是看了一下，像其余的事情都有，所以就是说我所有的同学表现都很多，所以基本上大家的功力基础都是非常好的。那我要额外讲，就是季老师现在对我们的书法的发展上，其实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启发和方向性的一个作用。虽然说我的基本功并不是季老师打的，那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可是当我们从业务的书法到自己要表现化后，所以要有那个开口。好，那季老师还有很多角色，其实是在工作的季老师开始很重要。好，可是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在书法里面在写字里面混淆的人，这时候就应该来找季老师。好，因为他会把你的东西引导到可以有些可以创作，然后有经历性的书法。我想我们做的和季老师都可以很清楚的表达。这一点是我是觉得季老师在教学上远远胜过的。后来，超越一些大师大家，然后我们进来很多大师的一些思考，我觉得也是很确认的。好，所以我想这个观众我也感到非常的感谢。好，那今天很开心大家在这边办同乐会，我也请大家来。好，谢谢大家。谢谢郭老师对我的鼓励，还有分享那个他跟季老师学习的情况。那他很客气哦，我现在一到三分钟，他竟然讲了5分钟，应该让他再继续，把他的那个感想都分享给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来了一位大师级的，中国所谓川剧变脸的传人陶秀华老师，可以帮我支持一下吗？他好客气的说抱着来学习，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我看过他表演，真的非常伟大，那个功底实在是非常非常太佩服他了。嘿，还有一个，台北市大汉狮子会桑尼珠，会长，您上台帮我致辞吗？谢谢。感谢老师陈总，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刚刚经过有去参观对面美术展，然后经过这边有一位接待很好的那个小姐跟我说，等一下3:00来这边，那很有缘哦。我刚刚有个董事长也跟我说，有700平的空间在那方面，那空在那边很奇怪，厨房太多了，他要找一些艺术家来找一找。没钱，然后他就都给我个使命，我就这样讲，想一想，跑到有艺术的地方找些人，最后跑来师大。他刚好经过这边，就看到有在作品。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本来想那么小街上不太想看，想出去。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弹了一个吉他，你知道吗？还一个拿个小喇叭，我想书法展跟这个什么关系哈？那因为我本身我是云端乐团的团长，我们有200个团员，我是弹键盘跟打鼓的，所以就对这乐器特别感兴趣。那以前有大型的那种，像是很多演奏啊，或是那个书法，乐器现在大陆两岸如果长跑知道，现在很多展示已经不是这种平面化，都是艺术层级到数位化，会有音乐，会有投影，这样各方面的进步。那我是简单分享，就是说。
其实单看这些手法，我们台湾水准不会输给大陆水准，真的。我也去大陆辉煌过，我虽然不是艺术家，但是我是因为刚刚有缺了，人家叫一凑人数嘛。有一次好像是黄光南刚好护照过期，所以缺一个人，我说我去福建，我去辉煌。那我的印象很深，我根本不会写字啊，可是当地就有人一定要我签名，因为我的头衔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那个造型总监。我是专门训练世界小姐的事业男，我做了30年。那中国第一届环球小姐是我训练，那拿到世界亚军。那个时候呢是很红，可是模特跑掉了，跳机了，所以没用。好，那后来我就把山东号又拿回台湾，继续训练台湾的选手。那以我在时尚界的经历，跟对这种传统的这种结合，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的基本功有，但是我们的包装一样。提升就是像日本人，他很多书法展，他可能材质会用很棒的去做，他会帮自己加工，但是要钱。那展览的空间也在布置，就说像刚刚不错啊，还有创业，有些艺术家在很奏，像这样就很好。如果说再弄大一点的音乐会，这样子去投影展间，还有一些电视墙啊什么弄弄，我相信各位的学长很快。这书画就卖很多钱，有钱就可以创作更棒的艺术雕塑，像那些柜子那些东西都死掉。这是我简单分享，谢谢大家。感谢张会长给我们这一次的影像的机会。像黄总这些，不管是我们台湾也是其他在台湾，努力用心在创作的一些书画家，造就一些机会。有文脉的作品呢，还有情节可以在最创作表背嘛？我们会努力去朝向像日本人他们的表背方式去学习，但是可能要送到日本去表吧。不过台湾有一些表背的师傅还蛮厉害的，大家可以互相推荐介绍。然后我们现在还要接下来介绍我们台湾书法家学会的理事杨玉汝老师，请介绍一下帮忙，他是让我们的学员之一。他本来是在我们这边要一起参展，但是他是对这个好，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抓过来。他化妆只是一下他就会唱歌，等一下给我们献一首歌好吗？我发现下面的人都很精彩。我这一次没有参展，是因为最近太忙了，因为我在做一些慈善义卖啊，帮台湾加分，那时候暂时休息一下。但是3年前我是被郭基老师震撼的，就是他的隶书，还有他的挥洒的那么潇洒的样子，真的是在台湾算是第一个出现，所以我那时候跟李楚正，我们就一起跟季老师学习。我还要再学习，反正最近都是左边太忙。恭喜同学这么厉害！掌声响起！哎呀，要我唱歌吗？你有没有先跟我讲？我没准备。那个凤飞飞呢，是我一个很爱的，他人走了，人还在我的心中啊。那他最有名的就是掌声响起，我们今天给季老师掌声。哇，多厉害啊！好，我看你们厉害。你知道我们玉汝在大陆交流的时候，他唱的《人家导游》啊，或是你飞飞地的歌，他是我们的歌星，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他的歌。对，掌声响起，掌声响起。对。
你看你跟全部讲的对吧？你看第一句是什么？我就站在你的背上，我的心中有些感慨。一起唱，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眷恋，告诉自己要忍耐。我们来一起唱，我们来一起唱，我的心中有无限感谢，曾经经过多少失败，多少忍耐，告诉自己要忍耐，唱一下好，来，那是两块两块钱。